想说也不敢说，没关系，我们都认识这么久，一起走过很多时候，有太阳的午后，月亮的天空，哦，在氧气里面看见你，就像电影明星一样美丽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你对我说，真的听到你对我说。只要大声说，只要大声说，哦耶耶。